各位同心，大家好早。今麦这个时间吼，要来和大家分享啊，咱台湾主权地位的真相。啊，这相信大家为初级班、到高级班拢听足侪摆，大家嘛非常了解咱今仔日台湾这个土地主权是啥个。啊，大家敢知影？无啦，我问题也未问的，你就知再搞。我的意思是讲，你敢知影我的艰苦？我为去年三月开始，一礼拜差不多讲一届，啊，讲到即马已经过一年，搁趴过啊，搁几啊个月。你当你逐礼拜拢爱讲一届的时阵，你敢会发现你要讲啥？礼拜爱去咱台南州总部，啊，有当时去嘉义，爱做演讲，来介绍台湾主权的地位的真相。我伫咱初级班打授训第一届，听一个完整的论述了后，回去我就真好讲。回去了后，我就找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甲介绍台湾主权的地位。打开始，热噗噗讲一摆，讲两摆，讲到尾我唔知道要讲啥。后摆做，搁过来做州长，逐礼拜爱讲。我发现讲，你咪要去面对讲，咱对台湾主权的认识，到这原料，你咪安那差差，大概逐礼拜差不共款。咱知影，其实有法度来州的听演讲的，新人每一届拢是少数。大多数拢是咱的同心来遮支持面对的作者拢已经逐礼拜来甲你听，你咩互遮听众有法度逐礼拜听到无同款的物件？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你敢知影？这我你也艰苦，逐礼拜拢爱想讲，这礼拜爱讲啥互大家听啊？有法度听了感觉讲，这礼拜虽然你讲的内容是同款，但是我同款有一款收获回去。这个演讲是有一届，我被邀请去云科大、云林科技大学讲给学生听。这面对的是一群大学生，打了为太阳花的学运热噗噗回来的这群人。这些人听讲嘛有中国的来留学生，所以要来讲台湾主权的真相，讲了无拄好，唔得伫遐乌乌样，如何避免伫即款公开的场合，咱只拢家己人，所以无人会含我乌乌样，因为咱大家拢认同台湾，希望台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你若面对外口的人是怎变啊？尤其是大学，即个教授、学生，大家受到这款的训练，你每讲的一句话含伊本来的认识无同款的时候，大家就真吐的哦。你咪安那讲到，让大家无迄款问题，会用来甲你调整。所以，我思考讲用另外一个方式。咱即马来遮受训，一个足大的目的，都让大家了解台湾主权的真相。大家叫足惊吓，伫过去几十年来，你拢哄骗。过去你受的教育，甲你讲的拢是假的。但是你受迄个教育，甲你讲的时阵，甲你讲一个假的教育的时阵，你敢有感觉伊讲的是假的？无呢？大家嘛心甲啪啪啪。即嘛来遮，佮甲你讲另外一套，你嘛心甲啪啪啪。倒一个病是真的？你敢真正？认同台湾民政府所讲的论述是真的，所以我常伫台南州的同心座谈的时阵，我要求嘛鼓励大家，咱爱来去对真相的精神，爱甲所有讲的论述，伊的背后原始的文件，伊的证据提出来伫你面头前，卖听二手传播。咱今仔台湾人会凄惨，都是拢听二手传播，报纸来写啥啊？对啦，对啦，对啦。最近作者这款的所谓的伪科学，就是这个
讲的讲法是科学家、营养师、医生讲出来的话，但是伊伫科学上来讲，伊是客一边。譬如讲，最近伫网络上，大家唔知捌看到即款的讲法无？骨科的医生讲，爬山和爬楼梯是一个无好的运动，有无？我看会惊手，真济嘛吼，啊你认同吗？迄医生讲啊，骨科的医生讲的，啊骨科的医生总袂甲你骗啊。骨科的医生目睭刚看到骨头，啊你若讲我就想奇怪，如果爬山和爬楼梯是一个无好的运动，啊高山族的，啊咱迄组队组班长伫遐无，冇去有听到。啊，总讲爬山和爬楼梯是无好的运动，高山族都无伊安尼。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咱生物演化就是讲，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对你的结构无好，你无法度传落，你的族群会无伊。啊，但是高山族的，逐天爱爬山呢，人伊嘛活了好好，搁伫台湾生脱到即嘛，啊，表示啥？即句话有问题。但是骨科医生讲这句话，这句话时，伊把手刚看到骨头。啊，事实是啥？如果咱大家后摆拢会拄着这款情形，你要做一个骨切的时阵，科学家、专家给你提供一寡建议、数据给你讲。如果今仔日你是卫福部的你是咱后生省的来中官，人家讲医生来讲哦，爬山唔好。啊！你敢真正讲爬山无？大家莫去爬山。即句话敢对？如果你是后生省的长官，你应当爱有即款的敏感性，讲医生、骨科医生，刚看到骨头，伊无看到心脏，看到其他的所在。今仔骨科医生讲爬山甲爬楼梯唔好，伊有一个前提，因为咱人的结构，古早时代根本无法度食较好，爬山和爬楼梯唔好。是因为你体重太重了，你的骨头、你的筋骨的设计本来就用支撑这款的体重而已，结果你太重，你太重了后想要用爬山、爬楼梯来健康，这是不对的所以如果你也是后生省长官，你应当跟那骨科医生说，不然你怎样研究一下，因为这和体重可能有关系，你去做一个标准，说体重和伊的身材的比例，什么款的比例时，都莫去爬山，啊，加爬楼梯。爱安那先减肥，先把你体重减下来后，你要健康，身体要臃肿，运动，你才去爬山加爬楼梯。啊，所以讲一句话，你安尼个抓来用的时候，哇，全台湾未使有楼梯，因为啊，爬楼梯对骨头不好，全部拢用电梯，敢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来遮受法律的训练，必须要除了你知影遮个内容，人家讲一个事实，台湾主权的真相，你必须要了解这真相背后的证据是安怎来的，敢有法度证明咱的论述？你爱徛伫这个检查监督的立场来看遮个证据，你较袂去互骗你，较袂去离开遮了后，咱伫台湾民政府。成立到今嘛，有足侪东心进进出出，是安那？听讲网络上讲，哎呦，台湾民众共骗，啊，我唔着去用骗伊，啊，着去听讲人共骗，伊着去啊，别人讲，包括家己嘛离开，啊，过一阵仔人讲，无啦，唔是安尼啦，哦，安尼啊，过来。台湾民政府今仔日，予大家这个机会，来了解台湾主权的论述，是安讲用法律，法律就是唔那要甲你讲。这些背景资料，也希望大家有法度思考来理解这个道理，有法度家己去发展台湾这个论述，伊的基础内底其实有足些代志。你因为了解这个法律，你有法度看到搁较侪真相。所以这个题目我希望用我的角度，和大家来看。咱所讲的台湾主权地位的真相，即个法律的证据基础，安那一个一个会用来检验。Okay. 第一，我去甲遐学生仔问讲，
你敢知影台湾是倒一国？因为即届太阳花有一个口号讲，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对不？当然啦、啊，即款口号对每一个正常国家，大家公民百姓绝对兴奋起来。对，今仔这政府无好，安尼咱就家己救家己国家。但是我阁大家讲，如果你也无先了解你的国家是啥，安尼救一个俄罗斯，你会害哦。你若救唔到国家，你的国家唔是有权利家己管理的国家，你去甲救起来，到时伊阁甲你害。牙棍啊，出去甲你讲，警察是安甲你讲价，你无法度。即届太阳花的运动了后，起诉170几个，拢是啥？学生、教授、律师。啊，迄阵啊，共讲遐咧，迄个警察咧，上心甲明明，迄个面心甲明明。啊，遐个人哪拢无去用起诉？遐是真正有合法会用共讲的吗？无呢，包括因警察，伊嘛感觉讲，哎，这奇怪，这安尼违法啊。违反当初行政的教育，讲咱今仔日行动要安怎处理，袂使共拍你啊！啊，即个那无一个无判的起诉，起诉拢是学生，放公的啊！这个国家如果是这款俄罗斯，啊，你甲救救袂起来啦！救了后摆，因为这个国家无正常，你救了嘛无效，这个国家已经死啊！啊，所以我都予大家学生啊了解台湾这个国家。其实有足侪种无同款看法。伫台湾诶，中国人伊认为台湾即个国家是啥？中华民国。啊，当然有足少数伫台湾即个中国人认为讲台湾是台湾，从台独会讲哇，归去含中国切切的台湾，咱来各一国。但是这是足少数的人，大多数伫台湾的中国人拢认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啊，伫台湾的台湾人咧？哇，这真正足悲哀！台湾的台湾人，佫一部分佫认为，哎，这是中华民国的啊！啊，当然，渐渐，你莫讲台湾国，渐渐愈来愈侪台湾人认为，咱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啊，中国人伫中国，中国人咧，哦，当然无第二句话，伊讲台湾，也是讲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美国人咧？你也去问美国的官方、国务院的官员讲，请问台湾是倒一国的？伊拢甲你讲，拢唔是，嘛唔是台湾的，嘛唔是台湾国，嘛唔是中华民国，嘛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家己的国家家己救，你看你伫台湾，连你是啥物国，都哈侪种无同款的看法。全世界无存台湾安尼啦，啊有一个国家哈侪名，有人家己叫。Chinese Taipei， 有人家叫台湾，有人家叫中华民国。啊，笑的，啊，你到底是谁？一个国家跟一个名，无一个国家哈侪名。啊，所以，咱来看，台湾是谁的？台湾是独一个国家的。来看这个蔡英文，蔡英文当初在2000要选举进程那年，哦，在一年。2010年的时候，伊讲啥？台湾啊、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哎呦，那跳一张。伊进前啊吼，我一张可能无记。进前选举进前，伊曾经捌讲过，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要选举，迄是前一年。已经登记开始要竞选了，因为去国民党阿吐，伊讲蔡小姐，如果你也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你就卖来选。你既然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你要选流氓政府的总统，敢会真硬气？啊，所以要选举进程，伊就改口径，改啥？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哎嗨啊，啊含伊去年。讲的话倒起来，变作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所以咧，台湾就是流氓政府。哇，蔡英文这句话真正把台湾害死。蔡英文算作是台湾派内底精英啦。这精英啊，咱那个挂号啦。这精英就是即马啊，最近这个国中学测、国中的学测了后。忽然间，大家哩
啊，时刻台湾有需不需有需要精英的教育无？啊，各处一个老师啊，伫啊报纸投书讲，台湾有需要精英教育，因为啥？人中国嘛有啊，中国较侪人，虽然教育爱普及，大家拢爱受教育，但是嘛需要精英啊。结果看看，伊所谓的精英，都是像蔡英文、江宜桦这款人，伊认为迄是精英，什么款？熬读册，熬考试，为细汉拢读好的学校，一路读到国外摕上届好的学校的博士回来，这叫做精英。我讲精英是个乌暗字啦。如果读册熬，会晓考试，叫做精英。咱看起来，事实上唔是嘛？如果蔡英文算作是精英，伊哪会用讲这款的话呢？头前话含后边话，为着选举，为着选举的利益，伊有法度开始把伊家己的理念、家己相信的代志，甲变经过。这款敢叫做精英？啊，所以咱来看，这两张颠倒兵哈，伊前一年2010年的时候。讲台湾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流氓政府？流氓政府，所以你也要讲的时阵，你会用把这些物件，因为你看我今天所讲的，你拢会用去查证，拢查会到的资料，网络上拢查会到的资料。啊，维基网哦，其实是上界卖用的，因为维基网的公信力啊吼，阿个无法管。维基网面顶的物件，你有法度去甲编辑，你只要透过一个管道。所以，咱来讲，去查中华民国是毋是流氓政府？伫中文的维基网面顶，流氓政府内底无中华民国。但是你也去查英文的流氓政府 （Government in Exile）， 你会查到中华民国。啊，所以咧，啊，到底中华民国是毋是流氓政府？因为维基网。他们讲，伊有法度某种程度互控制，啊！但是你若找无的时，至少用这来讲，流氓政府是啥？就是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度伫伊的领土面顶，哦，实施伊的管理，走去其他的国家的一个政治的组织，叫做流氓政府。啊，所以中华民国是不是安尼？照蔡英文的讲法，第一届讲的是对的，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是对的。啊！但是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着台湾，伊就甲台湾变作是一个流氓政府哦。台湾当时是一个国家，台湾当时是一个政府，啊，伊是走去台，伊到离开伊的领土，咱用这两项来甲检查，伊这句话头前后壁加起来绝对是唔对的。啊，所以台湾敢有法度独立？如果照即马即民进党的讲法，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安尼无需要独立，但是嘛是阁有一群人要独立啊！伊讲的讲法是啥？根据联合国大西洋宪章，住伫遮的人有权利决定家己的命运。哦，这联合国真正安尼讲哦，但是伊拢提一半，含头拄仔咱讲骨科医生讲啊，你。迄、那个爬山含爬楼梯对骨头无好，你看，甲即内底提一部分出来讲，自民自决有法度安尼决无？咱来看自民自决的例啦。最近啊、哦，克里米亚听讲昨啊，迄、那个普丁哥讲啊，俄罗斯爱进入戒备状态，啊，所以底下作敏感，目前有可能会发生战争的所在。克里米亚的公道。咱来看，这款有民意啊无？克里米亚这个公投有偌济人出来投票？当中有89%，即只哦，伊当中有83%到89.5%的人出来投票。咱总统都无遮济人哦，咱台湾选总统都无遮济遮悬的比例出来投票。克里米亚安尼有悬无？啊！投票了，这89%、83%的人投票，我怎样同意？97%，安尼是毋是？咱若照自民自决的精神，这的人民意这尼啊强烈，
这么清楚，是不是克里米亚应当爱乎伊家己决定家己的命运？咱来看联合国对这个法案，对克里米亚公道，伊采取的态度是啥？有拢总100个国家反对，伊这个公道是有效的。啊，内底有58个国家不表态，保留，无投票。11个国家赞成俩，这58个国家无投票，包括啥？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啊，你想俄罗斯唔是做希望克里米亚交给俄罗斯？啊，伊是啊，只无甲赞成来讲，我同意。伊好大甲同意看卖，好大俄罗斯甲同意讲，克里米亚伊安尼公道是符合法律的，符合国际法的。伊啊安尼宣誓，伊内底车臣讲，啊好，你讲的哦。啊！恁讲车城嘛来投，我甲你讲车城投出来，车城投出来会含这同款，可能更加悬，超了100%。所以，是安那包括俄罗斯含中国，中国伊也讲对，那对，啊伊新疆吼，即、哦、蒙古一段，即个含伊无同款民族的人，全部大家拢来投票，伊会过哦。所以伊袂使哩，是安那袂使哩。其实即内底。你有权利去投票，用咱住伫遮的人，讲咱来投票，决定台湾的命运吗？你安那投，你敢有可能投比克里米亚较悬？敢投票你就输伊出来，咱遮还佫一阵中国人一只，伊拢甲伊讲无爱，伊要含中国一帮呢。你甲看最近的民意，一届一届要含中国统一，还佫一个一定的比例呢。啊，所以。咱安尼投落，第一未过，第二你投落了后，你有资格去投无？你投落，就算去你民意遮尔啊悬的支持度，你有法度，和国际社会甲你同意讲，你这投票有效的无？公投安那公投，甲有法度和国际社会来接受，唔是讲袂使公投独立。今年吼、哦，今年九月伫遮。9月18日，苏格兰因要投票，投票啥？因是咪是要独立出英国这个政府？英国即马这个政府是大英帝国天一的女皇啊所管理的政府。啊，这个政府内底包括三个所在，就是苏格兰、英格兰跟威尔斯。苏格兰其实早期和英格兰有足大的冲突。咱捌看过一个电影啊、哦，英文叫做《Braveheart》，啊，中文伊个翻译咱台湾叫做啊、《英雄本色》，就没有绝不逊演的迄、那个。因两个所在啊，长期一直战争，长期战争英国人拢赢，英国人含苏格兰战争，苏格兰甲赢一摆，赢一届就是啊，咱电影看迄个没有绝不逊演的迄个男主角，就是威廉。William Wallace 这个人，伊是苏格兰的英雄，伊足巧的。唯一迄届是伫斯特林，伫斯特林迄个桥的面顶，苏格兰和英格兰要相争，苏格兰甲英国装备足好的军队来，伊来甲斯特林 Bridge， 斯特林迄条桥的面顶，迄条桥的面顶拢总用徛200个，就是讲一边派100个出来顶高机。啊，管理装备好，人偌济无效，因为这条桥面顶该用100个去修整。啊，所以苏格兰就是用这个方式，把英格兰的军队引来遮100个拍。啊，顶高机的时阵，苏格兰伊都会赢。苏格兰人拢出下，但是伊的刀足长，吼、哦，差不多两人高，两公尺这款的长刀，啊，未看到你，伊就回着，他甲甲你切落来。所以苏格兰用这个方式为拍赢一届。所以苏格兰把 William Wallace 这个人当作他们民族的英雄，他们长久以来被英国人欺负、啊、所以那时候加入英国政府真不得已，因为他们散到后来，他们在北海有油田有油，所以他们慢慢好起来，好起来就想看想办法脱离、啊、英国政府。他跟一直、哦、我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已经破壁、啊、
就是英国的钱是苏格兰无同款，一边侪钱啦吼，20磅对20磅，但是伫苏格兰遐伊的面伊的印的方式无同款，迄是苏格兰银行印的。啊，但国过来，我离开了后啊，因就开始国会自主。啊，即马最后一步，伊要完全独立。啊，伊要独立，这伊凭什么独立？因为有一个法案。有一个法案，伫当初啊，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有签署一个法案，所以要公投，伊就是为英国的政府要独立出来，啊，你必须要有法官，你今仔要公投，啊，你的法官伫倒？你法官必须要以原来享有主权的国家，伊必须要和你有一个合约，才有法度来做公投，安尼。公投了的结果，不管是赢还是输，要独立还是不爱独立，伊拢有法律的依据。今仔克里米亚是安那独立无效，因为乌克兰政府刚有一个法，公投法内底伊有一个法官和克里米亚讲有法度来做公投，做这款要独立分裂的公投无，所以不管你民意外观。你要做这个公投的动作，你无法官，就算你全部100%的人同意，你嘛袂使脱离乌克兰。啊，这是安那？咱简单讲，领导，领导厝是你买的，你有地契有厝契，你讲这个、台南市政府看了足难烂，阮兜要独立，啊，恁兜大家招招起来，咱来公投，恁兜当然大家拢要独立，啊，台南市政府怎让你独立去吗？无可能嘛，所以要独立，台湾要独立，用公投、自民、自决这个想法、这个做法要来独立，加一个条件啦。迄、那个条件就是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伫东南亚一段国家，英雄拢殖民地，无国家，这些人有法度，因为联合国大西洋宪章就是规范这些。即个本来无国家、无政府的所在，伊用作防殖民，因且住伫即个人，经过伊母国殖民迄个国家，英国还是美国还是日本，讲好，辅导恁国家先组一个政府，主权是属于政府的，主权是属于大家住伫即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伊甲享有即个主权。啊，所以如果即块土地，已经有人的了，你要用自民自决的方式，你必须要有你主权的国家和你有律师有这款的啊正式的合约，有一个法官和恁台湾人讲来用投票决定台湾要独立啊不？和苏格兰同款，以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两个签署一个条件，啊，和伊这个公投有一个法官。因公投落，伫未来伫国际社会，譬如讲，伊要甲联合国申请讲，阮苏格兰啊独立啊成功，伊用起联合国讲，阮要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去查你所有本来为英国的政府安那离开英国政府这个过程合法啊无合法？伊只个拢是伊合法过程内底重要证据。啊，所以咱来看台湾嘞，咱台湾。现在的情形，咱来看，你在维基百科里面，你要看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人怎么看台湾？在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他本来对台湾很好，忽然间去中国，那是美国的总统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面上，去说台湾的事情，他算说一个三步政策，说一个台湾什么跋倒，伊安那讲？伊讲无两个中国啦。爱说咱伫讲，咱是代表另外一个中国嘛吼。虽然这讲家己欢喜的啦吼，中华民国应该讲家己欢喜。伊讲咱世界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克林顿直接来讲没有。第二，联合国无可能和中国和台湾有接触。第三，台湾。未使独立，伊即句话
伫美国毋是讲毋捌讲过，但是是美国的总统第一届，因为美国总统代表美国即个政府的主权，美国即个政府伊是人民所选出来总统代表即个主权来伫中国面顶甲你台湾呛声，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毋然呢？啊，佮到尾啊，布希伊嘛是共款讲类似的话，佮一届，这是伫凤凰卫视啊，哈，伊伫遐鲍威尔迄去中国访问的时阵，鲍威尔直接讲啥？讲台湾毋是独立的，伊无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对台湾讲加足清楚，你毋是一个国家。啊，所以咧，包括联合国，联合国伊讲阿扁选到总统，要去联合国，伊想要借联合国的所在开记者会，啊，这是一种偷渡啦。就是讲，你去联合国借所在开记者会，代表啥？你某一种是程度是联合国的会员，但联合国讲 no， 联合国内底会员拢是主权的国家，台湾唔是，我无要接受台湾来遮办任何活动。而且，伊发表声明，最近有你讲什么台湾的总统，系我无你个承认啦，吼，也是讲大赛无迄个代志，吼。这个 Rice， 美国迄阵啊，布希的国务卿，伊嘛是安尼讲，美国反对台湾举行立联公投，凭什么啊？你看美国一直甲咱站，美国对台湾要追求国际空间，一直阻挡，一直阻挡，一直甲国际社会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伊无法度和其他国家同款享有一个国家应当有的权利，包括即公投伊也要管。啊，恁主要因为无了解，侬感觉讲啊，美国你有够傲慢哦。公投是一个普世价值，每一个人拢有权利表达伊意见。公投你美国定咧公投，啊，阮台湾人是啊，俗人哦，较细汉哦，未使公投，是安那？郝柏村即个中国人，伊伫2013年的时阵，捌讲过一句话，哈，伊讲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也是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伊要把蔡英文和民进党。这款的讲法拢是自我圆谎，哈，这拢是讲白菜。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全世界无人敢讲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句话对不对？对，全世界无人敢讲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这句话对不对？哈，不对。我跟你讲啦，这句话。嘛是对，嘛唔是唔对啦。以前啦，因为用中文写啦，你用英文看你就知。伊讲的是 was not。过去向敢讲中华民国唔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人至少佫较歹。1911年到1949年，人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呢，向敢讲唔对。啊，所以就是中文有法度走向的所在。你若写英文，伊就袂使讲 is not。啊，英文一定要讲 was not， 你讲伊唔对吗？啊，所以，这你讲郝柏村讲这句话对还是唔对？是安那讲？咱缩在国际条约必须要啥？用英文版做最后啊，要消灭基础。中文内底无时态，你安讲啊吼？你讲对嘛对，讲唔对嘛唔对。啊，所以这个。人中国人嘛是安尼讲啊，讲你是咧笑，台湾当时是中华民国，阮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含台湾无关系。但是你甲看，全世界美国一直甲台湾站，讲台湾你卖底下讲你是一个国家，但是别人啊站台湾的时阵，美国就跳出来，这是一届伫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内底，啊伊阵啊迄个秘书长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盖了十几，中国人伊无法度用法律上甲你摕到台湾，常常用口头上来你占你的便宜。伊用伊秘书长
诶，即个啊权利，即个机会，甲你偷渡，讲台湾发互即个会员国诶资料内底，用台湾是讲中国诶一省。啊，中国诶一省，伊嘛要甲台湾占做伙，但是即马美国跳出来，歹势哦，台湾甲我用拍呢，恁拢袂使甲我拍，所以伊诶啊卫生部长都公开讲，讲无任何一个联合国的组织会用决定台湾的地位。联合国不是足大，我最近啊拜访一挂啊英俊啊政治上啊捌插过政治的人，啊嘛是作为台湾人啊，含伊探讨台湾的地位，前半段伊拢同意，但是啊讲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时，伊的意见就和咱无啥共款，因为啥啦？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毋是一个国家的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8国家签，啊，所以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啊，放弃有啥？既然无讲放弃有啥，啊，就放弃和签约迄正信国，正信国几国签约拢算正信国，所以因迄阵人的思考讲，安尼应当爱安那，应当。台湾的地位，既然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唯一会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合约，啊，这个合约是48国家签的，这48国家到尾啊就是变作联合国，所以这阵人讲，咱要讨应当爱来联合国讨，不是去甲美国讨，是安那？因为签约不是甲美国一个，是48国家，这个国家到尾变作联合国，所以这阵人干嘛讲？对，咱来用。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后，一群人到尾变作联合国，所以咱来要求联合国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敢有影？你看美国官方的官员正式讲出来话，代表美国立场。如果这句话也唔对，美国国务院一定爱更正。讲歹势，阮的卫生部长。伫卫生组织所讲话，无代表美国的立场，无呢？这句话讲了，美国点点呢，就代表啥？这是美国官方的讲法，正式的讲法。啊，所以美国官方讲法讲，无一个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哦，内底单位会用来决定台湾的地位呢？啊，你要甲你联合国讨，要哪讨？你看。老大讲，歹势哦，联合国你无得插，是安怎？咱开始也讲着，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虽然是48国家签的，但是是谁抄你的？美国人抄你的。开始我来介绍抄写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作者眉眉角角美国人设计内底的物件。好，啊，美国人，加拿会用伊家己拍台湾，甲台湾占据。别人袂使哩，你讲到台湾含伊个官方个讲法无共款，伊就甲你更正。你讲歹势哦，你袂使讲。啊，所以咱来看美国，安那来看台湾。如果你今仔要去美国，咱拢知影要去美国，咱会用透过即、這个啊美国啊国土安全局啊来签一个电子签证。啊，因为去年吼、啊、为着台湾民政府去美国两摆，啊去嘛我嘛去甲签一个。美国电子签证，咱来看电子签证，安那来签，你得用看出美国官方安那来看台湾这个地位。啊，你也记得爱去吃哦，因为我有一届啊吼，去签的时候奇怪，签到尾啊，最后一关，伊问讲你伫倒位时阵，伊记连写，你也点着台湾，伊后壁甲你挂号，中国一省。我讲美国这都唔是美国官方的态度啊！你乃台湾后壁该挂号中国一省，到个会啥？迄就是民间代办中心。因为我看到钱有够多，$250，啊，去遐签的$16，啊，签$250，迄是代办费。啊，所以你爱给你爱礼拜为国务院入去因的国土安全局，这才是真正美国官方的网站。同款啦，伊内底嘛有中文啦，你嘛免惊啦，啊无你着为 AIT 入去，吼、哦、啊，所以咱来看美国官方网站安那看台湾的地位。第一，你来遮，为遮开始申请，
只要要申请的时候，伊会甲伊讲：好，你若要申请，你先看你有资格啊无？啊，你只个点入去，咱先来看谁有资格。哦，拢在伫遮，遮拢是有资格，拢总三十八个国家有资格透过这个系统，免去因的外交大赛馆去面试去签证。三十八国家在伫遮，你甲看倒一个国家、倒一个所在有采机啊，甲台湾采一支机啊伫啊，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台湾哦，虽然讲国家啊，歹势。这个国家我要先定义一下，其他没问题，只有台湾有问题。啊，这个你把它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哎，台湾它所领地的是什么？其实啦，台湾很麻烦啦。你美国说台湾，因为这是国家才用来申请签证嘛，所以面对你去其他37个都是国家，都是主权的国家，但是台湾它把你放在38里面的时候，伊必须要改税啊，因为台湾并唔是国家啊，啊，所以伊大概每一届对着台湾，拢爱去采一支旗啊，讲歹势，台湾的情形，请你爱看这张片。这张片内底简单讲，你讲啥？即台湾伊所认为的国家，这是有条件的，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这款的情形。好好啊，啊你唔得去稍微看台湾关系法，那干点来看台湾关系法，安那写？所以内底伊有来讲，台湾你袂使用一般国家的概念来去看，我甲台湾放伫38国家内底，有条件的，我讲到热热腾，啊其实你也无兴趣，你就来跳过。咱来看者，第一，伊只有三个所在爱填，伫这个签证的时阵，你干呐？这些所在啊，吼，有打勾的，表示你无法度家己填入去，你必须要用选的。也就是讲，内底有的，你家用去选；无的，你就无法度选。所以，点位显出来，这页无你用选的，表示你无资格选，无资格透过这个方式来签证。好，咱来看，伊内底有三个和你国籍有关系。第一，就是你伫台出世的。第二，你是倒位公民；第三，你即马住伫倒？你有可能是中国出世，到尾也入美国籍，但是你即马住伫台湾。啊，所以这三个有可能无同款所在。啊，所以来咱来看出生地，你伫倒出世内底，内底有中国，因为遮无牵涉到你的国籍。讲你伫咧出世，因为出世了国籍有可能改变，出世者。有中国，但是并无，这是亚的所在，就是讲，你若讲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应当就是亚的所在，你是亚才看无到中华民国。所以对美国来讲，一个中国政策，直接爱遵守，无中华民国啊，敢若有中国。好，咱再来看第二个国籍，国籍内底，你看西家就无。中国啊，因为啥呐？这些国家就是伫咱头拄讲迄38国家内底，你有伫内底，你才会直接找得到；无伫内底，你硬入来填嘛无效，无他互你选。国籍只你就走袂去，所以只你就用选着台湾 TWN 哈、哦、台湾。好，咱继续来看下，这内底啊吼，有一个玄机，恁等于话题。你最后卖个高级啊哈，去算算个，你就知影这内底奥妙。一只有一个爱互你选，这个叫做你啊护照签证的国家，护照发护照这国家。好，你要看这个叫智利哈，这点了就是讲已经点了智利。来，你要看第二个国家，这叫做什么圣马洛瑞啊，这是西班牙遐一个足细足细的所在。但是你若点着台湾，歹势阁写一张批予你。而且呢，下骹加一个，你看头前这个，哦，头前这个，你的护照哦发行发给你护照，这个国家下骹就叫你写护照的迄、那个啊、到期日期哦，当时到期，你有看这到期的日期，但是中国加一个，这个是啥？你啊，等于有兴趣，38国家拢甲叫出来看，独独甲台湾叫你填啥？你的身份证号码，哎，
身份证啊，你照中华民国法律像法律哩？你看到鬼？你去摕你的护照，你的身份证去看内政部嘛？伊护照是讲内政部发予你的嘛？啊，内政部是毋是内政？你要出国是安那爱有护照的号码，因为出国是国和国中间的代志。你无需要知影我伫阮国内啥物安全号码、任何拢毋免。你就是有出国的人较有需要，所以外交部伊会予你一个编号。啊，你出去啊，所以外国伊只要要检查讲啊，你要来的人，伊要予你签证，伊要检查这个人，伊敢护照号码用参考尔。身份证的号码，予美国人了的安那？你摕你的驾照去，你的驾照号码啥？身份证号码，你的健保卡的健保卡的号码啥？身份证号码。所以你身份证号码予伊了，伊会用查看你国内你所有资料。你去美国，伊惊你啥？惊你去遐生囝有无？惊你去遐破病，想要去安怎？伫遐赖在美国跳机。你欠钱，你犯案，走去美国，所以要查你真简单。伊只要你的身份证的号码，伊会用查你伫台湾，你有欠人钱无？你有犯法无？你交通有违规无？你即马破重病无？敢会走去美国说哇破病袂叮当，倒来当美国就医？人权的考量，你也伫遐破病，美国一定爱来医啦，伊袂使怎甲等喺海底，怎互你淹死呢？啊，所以伊。要让你去美国，伊要检查你这个人所有的资料，啊，无问题，你来就是要开钱，要让你来。这些拢是你国内内底资料呢，所以伊用这个钱啦，伊想让你电子签证，伊叫你提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简单讲，我曾经含一个哦，哪，而且伫美国摕到博士的汉语法的专家。我含伊伫遐讲台湾主权地位时，伊甲我呛，我甲讲占领袂使转移主权。伊讲我是学法律的，你敢学法律？讲我毋是，我学法律，我看国际法第一条就是占领爱转移主权呐。啊，你是捌来毋捌？我那听者，奇怪，安尼我毋知，等下查一下国际法。啊，两个定伫外口要去来查国际法，爱转变呐，咱就转移阵地。讲无你等伊来看者，我问你。如果你出国，美国要求你填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你感觉伊有干涉到你的内政无？有呢。你讲你台湾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结果人讲你要来签证，讲你的身份证号码给我，38国家独独你台湾，你国家你个要求，你国讲迄撮马英九看伊个哦，人互咱免签证，你也讲一个。知影见效的总统，你会感觉讲人甲你侮辱到有够彻底，叫你烫狂看，你搁伫遐欢喜，啊，这就是一个事实啦。迄、那个学法律看到讲哈，安尼我点伊，台湾凭什么讲你有主权？你有主权，你要来查相，你要透过我的外交单位，就是你讲甲我讲这个人的护照号码，你要什么资料？透过阮外交部去。内政部所有的你的资料，我用调你，要调你，不要调外交单位有法度决定。但是这你完全无法度决定呢。所以我甲大家讲一个秘密，阮迄阵要去美国的时阵，你知影电子签证要用偌久无？伊明天讲爱一礼拜啦，一礼拜了后，伊正常的程序是安尼，你来申请签证了后，伊会发一个 email 给你。讲你签证通过哦，你搁去上网，把你迄通过号码登录印落来，到时要入关的时阵爱互看。你敢知影我偌紧？我去申请按送出，无一分钟，就号码互你。还算有人甲我讲，无可能啦，你可能看无啦，迄是叫做收据啦，因为你爱交钱嘛，伊是互你收据。我才想讲靠腰啊我。在英国留学，我敢看无英文，收据含伊个签证通过的号码无共款。我刚才问了，申请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人，拢是随时予你，是安那？因为你资料伫美国，啊、哦，
啊，所以伊马上第一时间有法度了解你这个人到底会用何来美国，袂用来美国，因为伊有你的身份证号码啊。啊，所以迄阵啊，这个店主签证出来时，金门甲马祖的人伫咧靠腰，平平摕同款的护照，我嘛摕迄边绿色的中华民国护照，是安那？我爱过去 AIT 排队，我那伫遐店主签证根本就袂过关。你全部填了了，你个下一页，下一页就开始在交钱啦。下一页就无法度，伊个全部归零，顶天你试个试，你也试袂过。讲啥呐？因为恁遮个人爱去排队，啊，所以 A I T 的回应讲，哦，安尼哦，啊，这恁金门干嘛做？恁家己中华民国讲伊是福建省的嘛，啊，所以伊应当国籍是中国嘛，啊，这可能是电脑存在。长久以来的问题，看到鬼电脑是你美国人用的，啊，你若讲金门干嘛做，啊，会用好电子签证，你稍改一下就好嘛，啥也袂得，袂使。伊甲伊讲安尼，即个金门干嘛做的人，佮看无吗？恁中国人啦，恁金门干嘛做含台湾无关系啦，啥无关系？咱来看台湾关系法内底，伊写到台湾，你看，这是台湾关系法，这是 AIT 的网站。咱要看什么资料是绝对袂去招泄的，就是官方网站伊放出来的资料，绝对伊爱负责任，绝对有伊的根据。啊，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你讲台湾包括啥？包括啊、哦、后壁遮的条件。第一，你若讲到土地，伊包括台湾甲澎湖。啊，所以金门甲马祖再见，无恁的份。台湾对美国来概念，就是台湾甲澎湖。哇、哦，安尼也去看台湾关系法，你这两个，安尼也看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连起来呀？伊是安那，无爱甲金门甲马祖写做伙、写做落，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日本放弃是台湾甲澎湖，所以美国虽然你即马中华民国佫占金门甲马祖，但是和台湾无关系。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台湾。只是土地叫做台湾甲澎湖，啊人呢住伫这个土地面顶的人，啊面顶的啊机关呢，就是根据这块土地面顶的法律，啊所申请通过的机关，啊政府呢，政府哦，伊该讲啊足清楚哦，政府哦，就是。啊！伫1979年1月7日进前，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因为1979年1月7日以后，中华美国就和中华民国断交，和伊断交了，伊就无承认有这个物件存在。啊，过来，1979年过来变哪？过来就是这个继承者，伫这个面顶管理的继承者。1979年1月7日进前，伊个名叫做中华民国。1979年1月7日以后，继承直接管理的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认定台湾的管理当局，就是伫面顶继承这個管理权的。啊，这内底佫包括啥？包括伊遮所有的政治的分派，拢是在这内底。所以，伫1979年1月7日了后，中华民国对美国来讲，已经全个打叉叉，无这个物件。啊，台湾、游玩啊，搁伫这个台湾关系法的限制内底，这个面顶，敢那是一个管理的单位。啊，所以对台湾来讲，足济啊，即个啊，中国来讲，伊感觉台湾是包括这样一个所在。啊，咱讲的台湾，搁包括。金门干嘛做？其实美国的台湾个朋友呢，是安那美国有法度安尼讲，是安那台湾关系法，伊敢那讲台湾个朋友呢？我记我读大学个时阵，我1980年个时阵读大学，读大学个时阵啊，为着要啊增加家己英文能力，哦、我就去翻一挂册，爱算足流行往啥？往美国总统个演讲。我去买一本啊，甘乃迪总统的演讲集，伊内底有包括伊咧竞选总统的时阵辩论的内底的作者迄款啊，伊的内容。
其中我看到一个辩论，感觉足奇怪。因是安尼辩论讲，美国要放弃金门啊，不？因为迄阵仔金门咧烧战，啊，美国派第七舰队来遮协防。啊，美国就是感觉讲，咱去顾金门要创啊？啊，我说唔知，啊，无你无顾金门，中华民族翘起啊！啊，即马才知影讲，是安那要顾金门，会伫遮尼啊大诶辩论？因为金门去顾伊要创啊？金门和美国有啥关系？台湾伊都没有辩论讲爱保护台湾难免，迄免辩。金门干嘛做要保护爱辩论？啊，所以是安那，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关于领土的部分，吼、哦，关于领土的部分，日本放弃台湾甲平湖的这个权利，啊，无讲放弃啥，啊，无讲放弃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我建议大家回去啊吼，去看一个演讲啊，演讲的内容，迄演讲的内容有翻作中文。迄个演讲就是杜勒斯，伊要签署联旧金山和平条约进程，伫联合国做一个演讲。伊这個演讲就表明讲，是安那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平条约一条一条要安尼写。旧金山和平条约。杜勒斯伊内底两个重点，第一，咱战争予咱的教训是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后，阵营的签一个和平条约，要求美国呐，要求德国战败，你袂使啊有武力，你袂使有军队，你爱赔阮足侪钱，安尼个要求了后，德国个啦，德国。这是一个足强的国家，你的国家打败，你结果和人签一个这款条约，德国人一世人他脚也袂起来，敢有阿多安尼忍耐嘞？无可能，想空想胖就要去报仇，想空想胖就是要把这款做人世界里顶国民这款的行为爱甲反省过来。所以你叫伊赔钱，会使啊，印马克给你啊，爱偌济印偌济给你啊，伊的武器。伊个国防的力量开始走咧地下，你根本看袂到啊！国防预算拢编假啊！到尾啊，四年了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杜勒斯在签要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时阵，伊讲一个足予我够感动的代志。伊讲，咱过去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予咱一个足大的教训。咱如果要求战败的人，予伊无法度徛起。让他永远做一个战败国，这样随时会发生战争，因为这样不符合人性，所以要打破这种战争和平过来又战争这种轮回，所以他决定他希望来签署这些战胜的国家，咱对日本不要叫他赔钱，咱让日本早一日袂记哩，伊是战败国的身份，较紧加入个国际社会，含大家平等来处理国际社会的事务。伊即内底，伊叫大家爱感谢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迄算是占领日本，你要伊要处理遮尼复杂的问题，伊伫日本所得到的消息，第一时间足正确传登个美国，伊过来要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时，伊爱和即、這个。真善在日本占领这麦克阿瑟，伊讲的爱和美国做参考，伊安那处理，伊的建议是啥？伊的建议一个足重要。其实美国搞不用两手策略啦。伊迄撮报回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其实伊并无把日本的集体防卫权给提掉。伫杜勒斯伊要签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阵。伊公开讲，咱必须要建立主权伫日本人诶手头诶即款政府。啊，所以伊感觉日本人爱住伫倒。日本人伊有做过研究，伊毋凊彩学白甲话。伊讲日本人爱住伫家己诶国家。伊虽然有台湾偏湖，有北方四岛，有朝鲜，但是虽然即个国家拢是去占去，即个殖民，但是日本人。走去遮个所在，大个移民呢，足少足少，
90%的人犹原住伫因即马日本即个领土面顶，所以伊旧金山和平条约一个决定，就是把日本的领土限缩伫即马咱所看的日本国家，伊一个期待咱把日本建立主权伫百姓手头的日本国。啊，天皇咧，伊无讲天皇，天皇交予麦克阿瑟处理。麦克阿瑟伫日本，伊甲天皇请来，讲安尼，你啊吼卖管代志。所以两手策略的对国际安尼讲，但是对日本安尼讲，你啊吼卖有国防啦，国防爱开钱啦，而且国防你对外国来讲，对我美国我无法度安心啦。安尼啦，我替你讲，你免开钱伫军队，我第七舰队来甲你拆咧，替你做国防，做日本统啦。日本就安心啊去赚钱，所以感觉日本经济复苏足紧，即马是一个足好个国家。哎呀，国防啥哩个？美国啊，所以因无需要有军队，美国替你顾大门。美国用两边的讲法要求日本讲无安尼，家己主动，你修改恁的宪法，家你天皇的权力限缩起来，家你军队的权力由恁家己决定限缩起来。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面顶并无讲叫日本袂使有军队，啊，这是安那？这是一个嘛，惊日本帝国主义搁起来，啊，但是伊嘛是要甲世界讲，咱爱袂记哩，日本是正牌国，日本伊主动要求要加入联合国，伫联合国宪章内底规范，大家国家拢变大，不管你大小国拢变大，啊，所以和日本。早一日入来国际社会，含大家平等徛起，咱才有可能得到永远的和平。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一个足重要的精神。啊，所以咱来看美国用这个方式处理了成功，至少到目前还无发生世界大战。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恁上课其他看足济啊，这是讲予别个毋捌听过。啊，过过来啊吼。因为时间无济，我吼跳较紧嘞。咱台湾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规定，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主要战线国。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代志，和美国有权利来定一个法律管台湾，和美国有一个权利底下，咱头头所讲的，伫占台湾占过。你台湾讲啥，你都唔是这国家，你都免搞啰嗦。这件代志是真个假？因为有个人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签遐久啊，迄张唔知有效无，唔知有过期去无。咱秘书长带二228，其实这228个吼，听讲啊，无遐济人啦。秘书长就为着台湾228这个数字。他提出这个告诉秘书长代表，这罗州 CS 令就是秘书长，后摆啊看到罗州 CS 令就要甲禁言，因为伊替台湾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当初去告美国，咱嘛唔知道会告了安怎，咱其实嘛唔知道咱的权利是啥，咱干呐讲，你台湾关系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规范台湾。啊，所以台湾应当啊，去美国占领的。啊，你美国占领，你美国有迄个义务爱来解释阮这本土台湾人，互你占领。啊，伫你美国的宪法里卡，阮会用享受啥物款的权利。啊，所以用这个立场去告，告到尾发现，安尼告，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司法袂使去干涉行政。啊，所以你啊告有啥物权利？他们讲有足济行政单位也无表态，司法单位伊无法度判。啊，伫这啊告诉的中间啊，这伫恁高级班的讲义内底用到的这个中文版啦吼。啊，我就跳过，咱来讲一个较重要的吼。啊，所以大家会记哩，咱定定啊，你讲美国的判决吼，讲到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一个国际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啊，活伫政治联盟内底，这写伫倒，写伫遮，写伫判决文的第一页
第一诶，第二页啦，第二页就是因为第一页是封面啦，哈、哦。第二页哦，写伫遮。啊，第三和第四啊，诶，第四和第五啊，哈。其实我讲第五点有一点啊，迄、那个啊文艺面顶有一点矛盾啦，因为第五点讲美国哈、哦、行政单位必须要主动来帮助台湾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因为咱讲啥？美国是三权分立嘛，司法无法度干涉行政，讲爱创啥？所以第五点嘛吼，啊，派咱可能爱考虑，唔通讲，因为你安尼讲咧，就含头拄仔讲美国是三权分立，因为咱来看最后判决文的最后一页，所 order 就是到这为止，伊安尼判决，伊安尼判决，伊讲美国行政单位。一直保持沉默，你不爱表态，啊！你不爱表态，司法单位未使超越行政单位来判决，是安那？因为主权的问题，迄是行政单位的权利，唔是司法单位会用判的。啊，所以咱嘛律师有甲讲菲律宾的咧，法官讲无唔对，你也讲菲律宾迄个咧会用照行，但是菲律宾迄个人。国务院有表态啊，国务院有表态讲这是安怎安怎啊，啊！但是台湾国务院都不爱讲啊，国务院不爱讲，所以伫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底，伊含伊讲地方法院安尼判是对的，是安那？因为司法单位无法度直接去判你主权的问题，迄拢是行政单位，所以要求行政单位你袂使去急点点，你必须要来讲，吼、哦。啊，所以司法单位敢用做这件代志，啊，所以甲最高法院吼、哦，咱放弃抗辩的权利，你也爱摕这张出来互看吼、哦。啊，后续发展，哎呦，我有啊，咱来讲一个啦吼，开罗宣言啦吼，咱讲到开罗宣言啦吼，啊，中国和中华民国因这两个拢讲这有效啦。因为伊讲伊无签《旧金山和平条约》啦，《旧金山和平条约》无算啦，就算这有效，好，美国这个文件开罗宣言目前还佫存在伫美国国务院的档案资料库内底。如果美国无爱遵守开罗宣言，伊绝对会佮毁尸灭迹。但是这个开罗宣言有缘还佫伫国务院，这我为国务院的档案资料库内底调出来。啊，内底讲啥？伊讲到。要向台湾甲朋友和中国先，伊安那讲？伊是内底其实罗斯福是要求蒋介石要有一个承诺，什么承诺？这段就你讲者，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我希望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渐渐向殖民的，咱拢可以去殖民化，可以独立建国。啊，你简单讲，蒋介石你手卖共撑入去东南亚家啦，因为你有国界嘛。啊！你这样镇压了，遐有的是日本殖民地，啊！你也归人占，真麻烦。伊讲，我希望你有搞我这個承诺，你手卖成你当人家。In return， 我回报你的是啥？你哦，这美国这设计这个呀吼，后摆要收购中国和中华民国做你个名呀。伊讲，日本为你中国偷去的遐领土，包括台湾、澎湖、甲满洲，我叫日本行李。伊用偷哦，啊！总统过到时，你莫讲有签约无签约啦，你莫讲这是什么宣言啦？美国讲好照行啦，因为总统讲出的话就代表条约啦。如果也无遵守，隔顿刚伫新闻面顶顶出来开罗宣言时，伊就爱登报更正，伊无登报更正，而且佫存伫存藏伫国务院的资料库内底，表示美国感觉这有效，这绝对是有效的文件。但是到时中国要提这去讨，伊就来来来来来来。当初我是照你蒋介石讲的，你讲日本窃取你的国土嘛，对不对？我讲对啊，日本窃取你的台湾平和半岛行李。到时啊，要收过去法庭，法官甲日本调来，你甲中国偷来遐吼，请你行人，因为中国人这边讨，日本人呐，马关条约提出来讲，笑的。我是和你修正，你正兵，
你欢喜干嘛？害我签一个马关条、下关条，甲台湾、甲朋友永久让互我，我当时甲你偷。啊，既然你讲，我当初是答应讲，伊甲你偷，伊爱行李。啊，既然证明伊唔是甲你偷，怎解就甲我骗？所以前提无成立，干嘛照行？中国讨无啊！你就算告到国际法庭，往这个要来讨台湾个朋友，中国要来讨，同款讨无啦。啊，所以这予大家参考，咱所讲的每一项啊事实，拢有证据。啊，所以今仔时间的关系，无我啊，甲大家介绍到这，多谢。